想要调节血糖，维持免疫力，快看这六种保健产品吧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生活节奏的加快和营养摄入的增多甚至过剩，糖尿病的发病率不断攀升，患病人数已成为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。现代医学一般认为，糖尿病与机体胰岛素缺失、胰岛素抵抗、遗传因素、激素水平等多种因素有关，主要应用口服降糖药、胰岛素增敏剂等药物进行治疗。大多数西药作用途径单一，极易引起患者低血糖、胰岛贝塔细胞功能衰竭及其他如水肿、肝脏损害等副作用，长期服用需要加量，并有继发失效的可能。此外，西药不能有效地控制慢性并发症，因此该类化学药物的应用限制较多。临床上，糖尿问题一旦控制不好，可引发并发问题，导致肾、眼、足、心脑血管等部位衰竭病变，且难以医治。下列六种保健补品及其相关原料，就能各方面帮助尿糖问题者更全面维护血糖水平与整体健康。根王软磷脂软胶囊，帮助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胰脏功能。软磷脂摄取不足会影响胰脏功能，无法分泌充分胰岛素，不能有效将血液中葡萄糖送至细胞。它具分解油脂、防止脂肪肝、降低血清胆固醇、改善血液循环、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。另外，每天食用20克以上，对有动脉硬化等并发问题者更有效果。根王卵磷脂软胶囊采用北美优质非转基因大豆为原料提炼而成，对改善亚健康、维持免疫力、辅助血糖与血脂平衡有作用。根王 Q10 黑蒜胶囊，改善亚健康，辅助糖尿病患者的免疫力。在日本现流行吃黑蒜调节血糖，它是大量人体每天所需的18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、维生素等，帮助改善亚健康体质，具有抗氧化、抗酸化功效，可助维持人体免疫力，缓解疲劳。根王 Q10 黑蒜胶囊是纯天然保健食品，选用优质大蒜，采用日本专业发酵技术，萃取黑蒜浓缩精华制成。根王肝宝宝胶囊，保护肝脏，调节糖类代谢。肝脏是身体上最大的消化腺，参与糖类和脂类代谢，但持续性高血糖可能会影响肝脏正常代谢，再加上不正确的用降糖药物，势必会对肝功能带来损伤。另外，肝功能异常又会加重胰岛素抵抗和糖代谢紊乱，因此肝病和糖尿病互相作用，互相影响。糖尿病和肝脏损伤可互相影响，导致彼此疾病顽固难治，使得患者生活质量下降。根王肝宝宝胶囊促进肝细胞修复和再生，清除自由基，提高保护肝细胞的活性，帮助肝脏有效率的排毒。根王眼睛精胶囊保护视网膜，缓解眼疲劳。视网膜病变是尿糖问题常见的严重并发问题，也是成年人低视力和失明的主因。根王眼睛精胶囊采用叶黄素和玉米黄质、蓝莓、黑加仑等制成。叶黄素和玉米黄质主要集中在视网膜中，可延缓黄斑部退化，清除眼部垃圾，保持正常视力。蓝莓有助维持视力，缓解眼疲劳，黑加仑可辅助视功能，补充抗氧化剂。根王洛神花胶囊维护肾功能与泌尿系统。肾病是尿糖问题的合并症，根王洛神花胶囊采用洛神花、猫须草、翠叶马兰等研制而成，有利尿、维持泌尿系统强健、保护肾脏的功能。猫须草可助清凉消炎，对急慢性肾问题、膀胱问题、尿路结石有助益。洛神花有助利尿，翠叶马兰
有益改善泌尿系统结石问题，辅助调节血糖。根王肉桂精华激活胰岛素反应力，加速糖分分解。研究发现，有尿糖问题者可利用肉桂调节体内血糖水平。肉桂具类似胰岛素活性，能改善胰岛素作用，还能增强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，所含成分还能加速糖分分解。根王肉桂精华运用完善科学化提取技术，萃取肉桂水溶性成分，比传统方法更安全有效，更易吸收，有助温养脾胃，促进消化液分泌，溶解碳水化合物及激活胰岛素的反应能力。记住了，预防胜于治疗，血糖控制好，乐活到高龄。根王保健品在新加坡各中西药行均有出售，询问电话6562-5526 6562-5526，希望能帮到您。如果您喜欢本文，别忘了帮忙点赞转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看看吧。